能搞不好就转战直播间。我有收过几个邀约，其实，然后谈的稀稀落落的，就跟没有谈。工作的邀约一定是这个通过经纪公司嘛，但是我们这个我自己选择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其实对直播很有兴趣啊，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考这个功夫的一个场域啊，对我参与的工作。其实我的境况一直不错啊，我在家学做饭，然后。因为我住在那个淡海，那边风景现在特别好，所以我就修身养性，一直其实过得很仙了，那个仙女的仙，蛮好，蛮仙的啊，我觉得。那之后有可能会出拍戏吗？不一定，不一定，我可能搞不好就转战直播间。我有说过。几个邀约，其实，然后谈的稀稀落落的，就跟没有谈下去啊。不是哎，就是谈的时候就，人家那个什么客台的副台长也给我打电话来了，但是谈就谈不起来，我也不晓得，谈的稀稀落落的啊，就那我又不能那个自己端不住自己这碗饭，对吧？你还是得端好了，要不我怎么对得起我未来的每一个经纪人？这自己的大恩人，对不对？说过。哎，他准备把他的第一次的处女秀献给我们竹地市长。国玲姐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引流最高哎，对对对，最多人来看，尤其是他发脾气的时候，对。超越不了也不敢来了，对吧？哎呦，哎呦，超不过就回去再练练嘛，大不了。可是你已经没有回台湾工作了。好多，我也是用5、6年了，回来可以快2年了。这两年，在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也遇不到一个就是说。骁勇善战的这个经纪人啊，总算碰到了一个这个不顾一切的这种啊，那我立马签约了，就终于开始就要工作了。有啊有，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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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们认不出来吗？真假的？啊？这我也是，不是。没有了，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介绍出来，怎么会认不出来？对，那进去没有了，看到知道了，看到知道了，第一眼就愣了一下，看到知道会这样。那我们有表知道吗？想说好久没见了啊，怎么了？很愣了呀，好久没见。